出掌难鸣。先别抢唐老猪的功劳。这厮甚不通便，只想着报仇，家都不要了。把师兄的东西吐出来。
奴家来迟，大王受苦了，他们没一个肯来。夫人罢了，两位上仙万望垂子饶我儿一命。 是西方夜叉部仅剩的一缕血脉，身世之悲惨离奇，世间罕有。他现在已无还手之力，若能放他一条生路，我罗刹女与大力王情愿潜心隐性，做官修行，连同一对儿女，永驻火焰山。 夫妻两人甘心代他受罚，如果上仙不弃，这把宝扇也一并送上。有情处有火，火处无情。 仇不报，何来凶星？他们想看的，正是如今我们跪着的模样。我偏不让你们。